同样也是令人很高兴的消息，这是国际知名美食网站 Bounty Cooks 选出了全球十大美食景点，而其中台北也获选了。文章呢就提到，台湾的路边摊拥有全世界最好的汤面还有饺子，融合了台湾与中华文化。作者还点名挂包是台北最受欢迎的小吃摊食物，也有不少厨师呢把这个挂包引进美国，还有其他九大美食景点，包括了法国南部、西班牙的巴塞隆纳，还有意大利以及墨西哥的摩洛哥，以及英国伦敦，还有美国新奥尔良等城市，让台湾美食红到国外去。